Yes, good afternoon. And I am the only ex-87 detainees among the speakers. And as most of the speakers have spoken in English and will be speaking in English, I would like to speak in Mandarin. Okay? 各位公民，各位朋友， 25年了，有人问我为什么你们平时都是很低调的，今年似乎是搞得有声有色。其实不然，我们过去呢一向来都有纪念这个日子，只不过以不同的形式。 那么今年是比较特别的一年，所以我们很高兴能够看到这么多人。那么25年了，那时候在这个内安法令下被逮捕的，首先是16个人，后来呢加了6个人。 隔年呢，又多了2个人，一共是24个人。当然，在他们当中呢，很大半都是对那时候的事件的发生还是耿耿于怀、欲罢不能。我们被捕当中各个有自己的经历。那么，其中的律师张素兰、丢索朗。 所写的一本书，相信大家都有读过，就是《Beyond the Blue Gate》。那么这本书比较详细的叙述了大家狱中的有时蛮横，有时有趣的经历。那么其他扣留者也叙述过他们在狱中的一些回忆。那么以我个人而言呢？ 我起初不知道他们要从我身上得到什么，因为我在英国伦敦读书的时候，曾经参加了不少的学生活动，那么其中有一些是很激进的，那么我以为呢，他们要了解我在伦敦的一些活动情况。 那么心里有所准备，不过怎么了？那么从他们的这个问话当中，我觉得不大对。他们一而再、再而三地问我有关这个陈华标这个人。那么在我回来的时候，他叫我做什么事，给我什么指示？ 那我给他搞得一头雾水了，因为那时候我不知道他们的这个 target， 他们的这个目的呢，就是陈华标。那么当然我更不知道那时候被捕的人有这么多。那让我来一个小插曲。那么我记得呢，在被捕的头几天。 那么早餐呢？我们是吃什么呢？吃一个鸡蛋，2块面包，1杯茶水，这个是我们的早餐，几乎每天都一样。那么大概第二天吧，那么那天刚好是我是头几个的，那么那个 Gurkha Ping 送来这个早餐的时候，我偶尔看见他袋子有很多鸡蛋。 所以我顿时愣了一下，因为我之前已经知道我有一个朋友也被拉进来了，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牵涉的人会这么多。那么我们有一个朋友被捕的时候说，我要见我的律师。那么那个
盘问官就是冷冷地对他说 哦,你的律师啊 我们也请他来喝茶了。可见那时候我们心里毫无准备,真的,毫无准备。不过当我们知道他们编制的是所谓的 马克思主义阴谋, 我反而觉得很轻松。 轻松因为在我的心里, 我在想, 这个又是一次的天方夜谭。 又是一次，又是内幕了。为什么内安人员要用陈华标把我们扯在一块？那么到现在我还没有得到一个很满意的答案。我告诉内部内安部人员，我说我被捕的人质，被捕的这个人质当中，我很多都不认识。那么他回答，他怎么回答呢？ 他说在一个阴谋里面你不需要知道每一个人，所以这个可能是听起来有点像笑话，不过呢1987年的事件对超过一代国人尤其是年轻人起着颇大的恐吓作用。曾经有20多年时间 人们谈到政治就色变，不敢畅所欲言。直到现在，人们的心理状态还是属于一种战战兢兢的。那么，在内安法令的威胁下，当政者可以为所欲为，巩固自己的实力，调派人员 掌管部门要职，调整薪金制度，使所谓的精英制度更加精英。结果呢？结果呢？加深了自己和普天大众之间的鸿沟。结果呢？人们也再也受不了了，怨声载道。 那么在上一届大选掀起了一个小喊笑。为什么内安法令过时了？为什么内安法令应该废除？你们知道这个，大家都知道内安法令的前身是这个紧急法令 （emergency regulations）， 那么再来呢，就是维护公众安全法规。 PPSO， 那么后者呢？后者是英国当权所炮制的法令，在这条法令下，到底个别有多少人被捕、被拘留、扣留多久？我们没有确切的数字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当时英国人不敢实行的 国以残酷的盘问和监禁手法，在内安法令下都做到了，后者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上述三条法令呢，都是二次大战冷战时期的产物。 我们有好几个在下判时，其中一个罪状是企图建立共产党统一战线。记得那是1987年的事情，大家都知道，2年后，1989年和平协议由三方签订。 3年后，1990年，新加坡和中国建立邦交，两国之间的关系大家有目共睹。问题是在1987年，当局还谈什么共产党统一战线？那时候大家都知道，马共已经开始寻求和平解决方案。 要结束多年的冲突状态。
因此这个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控状是不是一种方便，是不是一种伎俩，是不是不攻自破？那么之后新加坡和中国的关系如此亲密，是不是也是建立在所谓的共产党统一战线呢？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多是共产党员，是不是？那么目前最时髦的说法是，新加坡需要内安法令来对付恐怖分子。恐怖主义的存在很少人会否认，但是新加坡已经有足够的法律对付恐怖主义的威胁。内安法令呢，就其历史而言，是一项打压政治异己分子的工具，是人人皆知的迫害工具，是一个可以把人无审讯的监禁30多年而不眨眼的魔鬼，应该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里。想一想，如果在一个家庭里，长辈把孩子，不管孩子怎么坏，禁锢起来，不给他们自卫的权利，不让他们有申诉的余地，那还谈什么优雅家庭，还谈什么宽容社会？如果政府有意建立一个以民为本的社会，他应该以内安法令一刀两断。1987年被捕的24位当中，有的流亡国外，有的移民海外，有的不想再提起往事，似乎往事的回忆只能加剧心里的创痛。不过还有不少人没有给他忘了什么是阴谋，什么是事实，要给历史应有的交代。政治不是当权者说了算，历史不能片面的杜撰，那是愚民政策。我们要还历史其真面目，我们要捍卫正义，我们要坚守公民的尊严。方声链呢，也就在这个前提下成立的。方声链的发起人有好几个，是1987年光谱行动的当事者。我们也希望为87年的那一段历史做个了结，但是解铃还需系铃人。尽管我们受到不合理待遇，我们也知道受内安法令镇压的人士不止我们这一批。自从轰动一时的1963年冷藏行动大逮捕之后，大大小小被捕的人数以千计，和我们比起来，他们所受到的虐待和凌辱有过之而不及。有不少政治犯为了捍卫正义，吃了10多20年的闭门羹，释放后仍然坚持立场，以自己绵薄之力贡献社会，他们才是令人钦佩、令人敬畏的公民。明年的2月2日是1963年大逮捕的50周年纪念，我们不要忘记那些代表我们社会良心，以及那些流放海外的有志之士。我们希望有朝一日，他们可以安全地回返自己的国土。相信那时候，新加坡将会更蓬勃、更富裕。谢谢 ，Thank you very much。